有隻建滔積塵版，其實都是可以去留意。雖然它未破回之前的一些的、高位阻力，但是你看看其實它們今年上半年同埋第三季嗰、那個覆蓋面板相關嗰個嘅價格咧，其實都應該繼其實都係繼續去升上去。佢喺上半年嚟講，其實嗰個嘅業績當然很好啦。咁你喺下半年應該就喺高基數限制未必係咁強嘅。咁但係就你啲相關成本其實又叫做溫和咗啦，同埋嗰個 demand 我覺得其實都係依然係幾強嗱。佢喺整固完一輪之後，我覺得其實是有機會是都是沿住個 uptrend 向上進行一個突破，大家其實都是可以去看。啊，同埋一點啦，係啲咩咧？相對上的息率我都係覺得是可以去留意啦。咁其實如果你計佢近十個月的息率，其實都有五厘樓上啊，係一隻相對上你有一個 upside 憧憬，向下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即係緩衝。幾多隻股份啦嚇？向下嘅話，我覺得就以呢一日嘅低位啦，12.58去進行一個止蝕啦，我覺得可以用。向上嘅話咧，首先就睇住嗱呢一日嘅高位先啦，睇下能唔能夠衝得破咁啊14.58。如果衝得破嘅話啦，即係先有機會挑戰翻再高少少嘅位置。咁啊睇住15.4啊，或者樓上嘅水平啦嚇。